念安拉以其对人类的忠贞不渝的影响，一切赠送传归安拉中实施的主。安拉在古兰经中说，他们听到他们的信心因记忆安拉而安静，真的一切信心因记忆安拉而安静。我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，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及其家人。安拉命令他仆人多纪念他，并许诺要赐给他们重大的报酬。安拉为纪念安拉时预备了舍友和重大的报酬，正如安拉所说：信使们啊，你们应当常常纪念安拉，你们应当朝夕在赞颂他，超绝万物。又说安拉以为为一位他们预备了舍友和重大的报酬。又说只有这等人是信使，当纪念安拉的时候，他们内心感觉空虚，当宣读安拉的迹象的时候，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信仰，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，他们尽受拜功，并奉施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。这等人确实信使，他们将来在主那里得享受许多贫瘠、饶恕和优厚的信仰。穆神激励他民族会社会对多纪念安拉，他说：我告诉你们一件最美好的善功，好吗？他在你们的主看来最纯洁，在你们品级中最高，比你们是蛇精纪念更好，比你们遭遇敌人相互厮杀更可贵。众弟子们说：那太好了。他说纪念安了。一个人说：入的是蛇之阿教育，对我太多了，请你告诉我一件简单而易行的能经受的功课。牧师说：是想纪念安拉，纪念安拉是最重大的崇拜功修之一，他的高贵多的数不胜数。阿布萨伊的传书，他说穆阿维亚来到清真寺里，看见大家围成一个圈，即问：什么事？你们这样做这？众人说：我们做这几年安了。他说：日主法师，这位刺使你们做成这样吗？他们回答：这位刺使我们做成这样。他说：我要你们法师，我不是不相信你们，像我这样跟过安拉的使者的人，再没有人比我传来的圣训更少。安拉的使者曾发现弟子们伪作成圈子，即问：什么事使你们这样伪作？是他们的：我们坐下来纪念安拉，我们赠送安拉指引我们伊斯兰的大道。本因此我们试试说：日主法师，这位赐你们坐下来吗？他们说：日主法师，这位赐我们才坐下来的。日试试说：我要你们法师不是不想你们，二是吉布里尔天仙来告诉我，安拉在众天仙面前夸赞你们呢。纪念安拉是心灵的圣门，也是安拉最喜爱的工作。阿布穆萨阿沙里的传书先知说：传记住的人不和不记住的人，如同一个是活人，一个是死人，另一个
劝书，有人纪念安拉的房子和无人纪念安拉的房子，如同一个活人，另一个死人。安阿比扎尔传出牧师探望我，我说愿我的父母为您献身。试试啊，那种赞词最去安拉之喜。牧师回答说，安拉为众天使选择的赞词赞颂我的主，超越万物，我们必赞颂他，赞颂我的主，超越万物，我们也赞颂他。萨姆拉布努贡多传出牧师说，四句话最尊贵，赞助超越万赞贵主，万物非主唯有安拉，安拉知的，无论前年那一一尊无妨。牧师说，独特的人们有想了什么的几天安拉的设置啊，什么人是独特的人？他说常常纪念安拉的男女。牧师叮嘱穆阿兹要纪念安拉。一天牧师对他说，穆阿兹，日出发时我就是喜爱你。穆阿兹啊，我祝福你，你没翻白后别忘了做多说，如啊，你如我纪念你，感谢你，更好的崇拜你。穆斯林该随时随地多纪念安拉。安拉说，天地的创造，肉体的轮流，在有理智的人看来，此中却有许多许多迹象，他们站着坐着躺着纪念安拉。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都是充满纪念安拉，无论是崇拜或是善行等等。礼拜包含纪念安拉，正如安拉所说，当为纪念我而尽说白宫，又说你当尽说白宫，白宫地区南方是仇视和罪恶，纪念安拉却是一件更大的事。安拉知道你们的作为，有两个伟大的目标。第一，白宫的确南方是仇视和罪恶。第二，纪念安拉却是一件更大的事。牧师为我们指定了很多每个穆斯林都应该重视的记住，此其中包括以穆斯林说阿布霍莱拉的传书，天亮时先热念，如啊，我们因你活到了早晨，我们因你活到了晚上，我们因你活着，我们因你死去，我们讲过于你。天黑时他念，如啊，我们因你活到了晚上，我们因你活着，我们因你死去，我们讲过于你。又说，谁在早晨念，晨念，如啊，我早晨得到了来自你的恩惠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咱从何感谢日归属你。那么是便完成了当天的感谢，谁在帮我念了这个赞词，是便完成了当年的感谢。穆斯林在清晨和傍晚时期所做的最美的善功就是纪念安拉，而引出下面的记如此。牧师说，谁出门设念分安拉之热尊门，我为信托安拉，无能无力为靠安拉，那么更有人告诉他，你以后梦得引导满足和看护，恶魔见他便逃之外。安姆萨拉玛传出
牧生每次从我的房间走出时，仰望天空，祈祷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护佑我，以免迷雾或爱你失足或被有冤人或受愧，亲衰或受辱。”牧师说：“回家的人，当年主啊，求你赐我出入幸福，我分安了人们精神，我只托靠安了。”当向家人说思念问候，人家们的记住此酒时，牧师说：“如果有人进屋，就让他念主啊，我向你祈求人口入口和出口的幸福。分安了人们我们进，分安了人们我们出，我们委托靠安了我们的主，然后让他给自己的眷属道恩。”又说：“你们说每天做不了一千件成功的，我们中有人问怎么做一千件成功。”他说：“他念100遍 tasbih 赞助超越一千件成功，因为他记录下了或是1000个罪过被勾销。四，因此的记住词。安奥马尔ابن سلمة的劝说，他说：“我小时候生活在世事的光环下，有一次吃饭，我的手在半中乱抓，安拉的使者对我说：‘孩子啊，先从安拉的名字用你的右手吃，从靠近你的一次吃。’以后我一直用这种方法挣钱。”牧师每次吃饭都说：“一切赠送全归安拉，供给我们。”因此赐恩我们成为穆斯林。五，穆斯林进入市场前都应该念入市场时的祈祷词。穆斯林为我们说们进入市场前的艺术词的报酬是重大的。正如穆斯林所说：“谁进入市场念了万物非主有安了都有哦，全凭赠送这归安了，他能念令人生，能令人死，他永生不灭。人管福利无所不能，安了就给设计录下成千上万的善功，高效成千上万件的罪恶，提升成千上万个评级，并给他在乐园里特建高一所宫殿。穆斯林看到好事时应该纪念安拉，他要说这件事是安拉的，是安拉抑郁的，除安拉外我绝无能力。正如安拉所说：“你走进你的原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件事是安拉抑郁的，除安拉外我绝无能力。”穆斯林看见病患者的应该要尊美安拉。穆斯林说：“谁看见病患者念一切赠送传归安拉，他保佑我免受你的病难患难，他因此我超越许多人，自他活着时向门保佑不遭那种患难。甚至于有仇时应该念记如此。”安拉说：“你应当叙述捉弄当时他曾愤愤不平的
离去。他在想，我绝不愿输他。他在茸茸黑暗中呼吁说：“除你之外，绝无应受崇拜者。我赞颂你，超越万物，我求是不移的。”我就答应他。二人去，他说：“你有患。”我这样心导师脱离忧患，母亲有处舍念，万物非主唯有安了，为伟大的忍耐的主宰，万物非主唯有安了，让我遇到阿尔施的主宰，万物非主唯有安了，造从天地和尊高的阿尔施的主宰。这都是意思，一些牧师为我们制定的，记住词，这一天吃，念这些记住词，那么这一天噩梦也不能侵害他。这的完成，安拉说，安拉曾建设最美的训词，有些前后一律，反复叮咛的经典。为欲主的人为他而站立，然后为意义安拉而安静，那是安拉的人道。他用来引导他所意欲引导时，安拉是谁迷雾，谁就没有想到。又说：“你当着西宫经而恐惧的，纪念你的主，应当低声赞颂他，你不要疏忽。”又说：“谁要是无视这人主的教诲，我就让一个恶魔附在谁的身上，成为他的朋友。”我说了以上这些，就安拉老说和你们一起赞颂传归安拉，容是谁的主。各位穆斯林，对于圣门弟子纪念安拉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他们时刻认为安拉远离恶行。阿布巴克曾是欧马尔担任司法的事务时，整整一年没有人上诉是欧马尔，因此他要求阿布巴克解除他的职务。阿布巴克说：“司法的事务是辛苦的吗？”欧马尔说：“不，这些信道命中不需要这种义务，他们中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义务，他们中每个人爱他兄弟如爱己。”临于生病时，很多人问，在需要帮助时，很多人伸出援手，他们的教门是英雄，他们的道德是门人行善与世人作恶，因此他们为什么而相互辩论。穆斯林的仆人应该时刻纪念安拉，也故事和肢体纪念安拉。如果他这样做，那么他将获得安拉的喜悦。安拉是他生活关于安静聚会降临他，此名必将笼罩他。如啊，请你援助我们纪念安拉，感赞你，虚诚的崇拜你。如啊，求你使我们的家园和所有穆斯林国家国泰民安，远离战争和灾难。